原候选人李正宪先生。议员各位咱大安埔乡亲记者先生女士哈，今仔日咱所看的哈，这种中央的政府甲高雄市市政府，甲大安埔百姓的性命呢，当作囡仔戏，当作囡仔戏。今仔日咱所看的，咱会记得七三一这个起步案啦。甲高雄市整个三道路、凯旋路遐，会拢变作火海，一场死伤几啊十个，吼，受伤啊几百啦。所以咱希望讲，伫大拉埔青春进前，青春进前，希望伊个时间爱来停止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咱所看的，就是根本伊甲大拉埔遮乡亲。的生命呢，当作囡仔，所以如果伊若无予一个议员有一个详细的这个日子，咱为后礼拜开始，就是每一天号召咱的乡亲，伫个时间地点来包围，袂当予你继续时间，好不好？咱要对中央也是对市政府，一定用咱的大部的声声，爱用强硬手段，啊无伤害吧。咁贪污的政府呢？咱大部已经袂当继续，好不好？感谢，谢谢。曾淼红哦，曾教授讲讲哦。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哦、我是曾淼红曾教授吼，电机博士啦。今仔日我的好朋友朋友啊，大埔青春自救会吼，我的好朋友，伊邀请我台北吼专程落来，专程落来吼、哦。啊，今仔日吼，伊邀请伊甲我讲大埔的情形，啊，我甲伊乡亲讲，伊我吼、哦。我住台北住三四十年啦，啊，以我吼，各位今仔探讨的问题吼，是一个叫狭隘的问题啦。管线，事实上这些管线的铺设里面都含有的丙烷那个爆炸性的气体，那个是非常危险的。为什么他明目张胆的这样在铺下去？因为早就把大拉伯归川的人呢 skip 掉了，所谓 skip 掉就是帮你们跳掉了啦，没有思考你们的啦，就是讲哦，大拉伯的青春哦是一定的啦，所以我公选按照按那个摆啦，到时哦，大拉伯的青春有什么困难，你们今天探讨的是一个狭隘的管线问题啦，以我台北人哦，按你看哦，以管义的问题来探讨哦，这个财政部。已经把你大阿伯迁村的代志吼，你的村民哦迁村哦，认为是一个必然的问题啦。我告诉你啊，朋友，我讲过啦，讲大阿伯要迁村啦，中央政府已经要来780亿，请注意哦，钱在哪里，新旧在哪里？780亿，我当家哦用第三者的角度的官多，他们乡亲搞我知识，今仔日780亿。那按照公家正常的定数来做了哦，要恁大家村民哦，骗人家的公选，按迁村走780亿吼，要甲恁挨家挨户一间根本哦，上爱就爱分一档、两档、三档嘞，不一定恁后各位吼，人要叫恁迁村了嘞，780亿，村长，你摕几角？你有摕着钱无？无啦，无，你两角无？你摕100万，我甲你讲吼。我甲咱大阿伯全民讲个清楚，中央政府拨了780亿，要予恁迁村啦。结果呢？那780亿要照分吼，爱分一档、两档、三档啦。阿毛村、阿毛港个迁村，夭寿哦！中央政府落来340亿，190亿无花去，害只阿毛港人哦，大家吼 ，homeless 变成流浪汉啦。所以讲哦，这个是恁吼。大拉伯长中短期效应，你们短期间你们只看到管线哦埋了丙烷，但是以中长期的角度来讲呢，事实上哦，你们是被预定必一定要迁村，而且哦现在哦780亿，不了一点不一，不报告，真正不报告，没有，
没啦，没啦，没啦。来，讲个清楚。我看了啦，人在钱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阿毛港的前村190亿，我跟阿毛港自救会洪荒池，我跟泰林啊，因大拢就熟个啦。哎、欸，迄几个，几个哦，300万只。石斑鱼呢，鱼仔呢，一尾10块，拢共3500万，咱硬甲敲掉，敲掉，有赔半工无？无赔半工啊！我甲你讲，今仔日我讲的问题，我讲的问题哦，肯定是司法界去讲，司法界去弄，特别你台北派我落来，因为啥呐？我唔困扰交情太好个，我无落来袂使啦。我甲咱乡亲讲个清楚，大阿婆乡亲讲个清楚，您管圈的问题是小事，你们搬家是一定要搬，但是呢，要叫你们吼、哦，两手空空、屁股光光的离开大林埔，你们等着看。所以说，这是小弟曾淼红在告诉你，电机不熟，甲恁大阿婆，甲恁讲，恁要较注意的，困了啊！啊，若唔相信，阿母港有一个叫李三年，李三年这个人哦，明明伫阿母港迁出的时候，收着125万的呢。写1250万，你跟他一来呢，小弟，咱就给您警告。这个公所的问题，小事，这是狭隘的问题。最大的问题是，中央政府下来的780亿，请你们看在那里，这关系到你们未来的生计，你们以后迁村两手空空。以上就是我司法改革党哦，来这边，昆友是我好朋友，我是大心的，所以讲哦。伊甲我讲一个电话，我就随了啦。针对问题，从第三者，从破除伊的角度，甲你讲，钱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再过半年，再过一年，你们会被强制迁村，下场呢，跟大林、跟那个红包港的迁村是同样的命运。OK， 回去吧。谢谢哦，感谢曾博士哦，曾教授。台湾是谁？